儿子，我也最近下过了。披头散发在家干嘛呀？大周末的也不跟我出去，啊？你家里有谁啊？有人吗？问你呢。快点出来吧！来也来了。出来什么呀？我一进来就知道你这屋一股没有男主人公的味道。不，你还看《非诚勿扰》啊？你以为《非诚勿扰》能给你送老公啊？赶紧换衣服跟我走吧。我不想出去，出去干嘛去？陪我喝点。我不陪你喝，我开车呢。你也别喝，你赶紧的，换身衣服跟我走。你不出去，出去干嘛去？都没劲啊。 哎呀，一个人在家喝点小酒挺滋润的。我真不爱说你，咱俩第一天认识啊，我不了解你，滋润什么呀？你不被逼到这个份上，你一个人在家喝酒？我知道你表面上平时都是高高兴兴、风风光光的，这外边有吃不完的饭、喝不完的酒，乌泱泱的围了好多人，但你说一句实话，你告诉我回来以后有一个人能跟你说话吗？一个，鹦鹉不算。哎，那你都离了三次婚了，怎么着？ 你还打算再找吗？我特别不爱听这句话。谁说离三次婚就没权利再找？谁告诉你的？就离八次婚，别人管不着你啊。问题是你自己就不怕折腾吗？不折腾我怎么知道我活着呢？活着就是为了折腾，哪有一百分？来，给个酒杯。<笑>虽然说男人不是好东西，但这个东西你真的不可以没有，明白吗？你就跟睡觉一样的。你说你睡觉，你没有床上用品行吗？你没枕头可以。 你没被子行吗？行吗？不行。虽然我们说可以，我们不去用那些特别贵的什么绫罗绸缎、蚕丝呀什么什么的，你总得有床铺的吧？要不然你冷啊。啥都别说了，你打扮打扮，跟我去挑床上用品去。哎呀，不去干嘛去啊？咱俩喝成这样，再说你的床上用品，让我用，我可能还睡不着，对吧？我的床上用品，我能舍得给你用，不过就你这样啊。 的确也是，你等会儿，你要招人来啊，你别乱打电话啊，我这门不开的啊。这不真喝多了，你别乱。哎 ，Peter， 是我啊，哎，你这两天哪天有空啊？我有一个姐们儿，长得特好看，也特有气质，但是特别不会打扮，你给她造型造型。明天可以啊，你明天什么时候？明天不行。明天行，好，那这样我把她电话发给你啊，你别不接电话，到时候我让她给你打，她姓唐啊，就这么着，哎，拜拜。 明天我明天有事儿，你有什么事儿啊？你有什么事儿？弄重要？你有什么事儿啊？你自己不清楚自己现在情况是不是？你女的，你如果不爱自己，没有人会爱你。太笨了，能活到现在，我真服了你。你刚才说活着是为了什么吗？折腾。我没说过这样的话，不可能，这不是我的语言风格。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一句大实话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丑女人，只有懒女人和不爱自己的女人。 那我是懒女人呢？你俩都是。哦，知道。你真的要相信我，我撒钱付了。我给你凑了三次份子钱了，我当然别打岔。我撒钱付了，这撒钱付之前的事儿，我就不跟你说了，我怕吓着你。以我对男人的了解，我告诉你，这世界上就没有一个男人他不好色。我也不能为男人而活着呀，所以你要让男人为你活着，明白吗？